磁化橡皮泥吞金属，力被点燃之后发生爆炸，一秒钟变雪花。当浓硫酸遇上硝基苯，章鱼瞬间变身，带你感受科学的魔力。磁化了的橡皮泥整吞了一块金属，点燃力雪花的形成，磁铁从通注管中通过。当浓硫酸加入了对硝基苯，冰岛的瀑布产生的彩虹，地球上一年内的冰川，植被变化，章鱼变形。之前在模仿海底环境，蜡烛重燃，太阳表面的等离子爆发，等离子环有四个地球那么大。过氧化氢加碘化钾，光口瓶里的可燃气体，危险，高度9就可以。爆竹爆炸的脉棒，玻璃瓶里的磁流体，磁流体变成圣诞树形，超导磁悬浮沿着轨道运动。爆炸的豌豆荚，弹簧下落的脉棒，剑鹤吸引水流，象鼻星云的 3D 模型，用绿色的染料观察水母的运动，超冷水接触到冰立刻凝固，比中比空气还大的六氟化硫，铁棒置换硫酸铜，点中反应，锤击被液氮冻上的康乃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